郭石夫，北京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清华美院中国国家画院客座教授。同学们，上一堂课我们把荷花的理念呢给大家都做了一个介绍和讲解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来演示画荷花，尤其是画荷叶的一些方法啊，希望大家呢注意我的笔下面的动作啊，所传递的这种啊意蕴的这种情绪啊。刚才我讲了荷花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叶子的变化，非常的丰富啊，这需要我们去观察，需要我们观察啊，在观察的这过程当中呢，去掌握它这种变化的这种感觉，如何用墨来处理啊，来表现啊。荷花呢有啊这个在盛夏的时候叶子有很大的，也有小一点的，也有开开的，也有没开的。我们在看石涛画的这荷花里头，这个叶子，他这画的时候，啊，这种各式各样的形式的都有，啊。刚才我讲的时候是谈到了荷叶是圆的，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把它画一个圆的东西，啊，画一个圆的像一个饼似的，像一个大烙饼似的，就没有意思了，是吧？要画出它那种变化的感觉，变化的感觉啊。这个荷花大概其实侧的叶子的比较多啊。那么我现在来表现一下啊，大家伙来看啊。这个墨呢也是带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把它调得很匀，让它有一些变化，下笔就有变化。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个宣纸它的特点就是你下去一笔的话，它就有一个痕迹，下去一笔它就有一个痕迹，是吧？我们要利用这个宣纸这个特点。这一张荷叶大家伙看来它是向上这样过来的，那么这一遍笔墨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这里头有很多的变化感觉啊。这个笔的运用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点法啊。这个我们中国画这个笔墨呢，它是外面啊，从外面往里面画，它这个中间的这虚的地方呢，正好啊，我们会感觉是荷花向上长，是吧？不要把它画实了，啊，实了就不好了，它的感觉就没了，是吧？你看，这笔里的都是有变化。我刚才讲了细节，什么是细节呢？就这些外缘，你看，啊，这个整个的墨色的变化，是吧？这是一遍，这只是一遍墨。这是一片叶，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墨啊还要去加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再来加重墨的感觉。第一遍画去好的东西，不要把它破坏掉，是吧？所以呢，我画的时候呢，就是啊，尽可能的让它丰富啊。你看这笔有久轻有重啊，大家注意，这笔可不是一个劲儿哈。我发现好多同学画画的时候，那个笔是一个劲儿哈，那就不好了。这有轻有重，你看有。有的时候种下去，有时候擦一下似的，就啊，
轻轻的擦过的那感觉，是吧？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笔墨的这种感觉。他的笔下，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出来，它很丰富。你说这里头金呢、麦了，它都有了，是不是？啊，这一个荷花这样，啊。那么你比方后面它还有，啊，还有荷花的叶子，啊，我们呢就把它墨色上拉开一点点距离。啊，形象上呢，这个是这样，那个就横过来，是吧？你看这些好的这些白的这些有些东西，不要把它弄死，啊，我刚才讲了，是吧？你像这个，我们在加墨的时候，好的一些笔墨留下来透气啊，它透气。是吧？两张荷叶，这还有一个荷叶，啊，这个是呢，向上翻卷的荷叶，是吧？大家看我的用笔啊。这是荷叶的那一个面，啊，反过来的那个面，再去加强它里面这个。这个荷面就形成了一个动的势态。是吧？我们把笔收拢了，看这荷杆啊，这里面非常的丰富，啊，这是感觉，啊，而且这个态势是吧？看这态势的动的那种态势，啊，这笔墨里面看这些细节，啊，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丰富。总而言之，这个墨用墨的时候，就是要画出来这种墨的这种丰富性，啊，这个荷叶才生动，啊，这个整个的变化大家会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做起来不是很容易，确实不是很容易，所以需要大家下面去练，啊，去练，啊，你比方说这个，比方这荷这里面还有些。瓷箍我们就可以用胶墨在这个啊成破的地方去加啊这个比方
是吧？它就形成了，你看墨的变化。刚才我们用墨画了一遍，啊，画的基本是夏天的那个荷花的那个感觉。那下面呢，我再用颜色呢，大家再来看啊。秋天。荷花的那种啊色彩的丰富性，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时间呢也很长，是吧？荷花从夏天过这秋天啊，一直到深秋，它的变化是很多的。变化是很多的。我们看齐白石先生用那些赭石画的那些荷叶的时候，实际是一个深秋的时候的景象，是吧？但是秋天这个变化，这个整个这个季节的这种变化呀，色彩斑斓，色彩丰富，啊，所以呢，我们表现的时候呢，也尽可能的就是把这个啊季节的这种变化、这种斑斓的这东西抓住来表现它，也是我觉得是啊。更具有这个秋天的这种意蕴的表现表述，是吧？
是从第一遍颜色大家来看啊，它这里很丰富很丰富。在颜色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可以去加墨。加墨也是用这种点法点出它那种斑驳的感觉来，啊，那个色彩的丰富性，斑驳的点，啊，连点带勾，啊，这笔是点戳下去的，看了吗？它有很多变化，啊，丰富了那个叶子那种，哎，感觉。秋天，秋天的荷叶，还有的像这种啊枯索的胶荷啊，是秋天的荷叶里头的那种感觉。
它很丰富，很丰富的。啊，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注意这色彩的这种感觉。笔的轻重啊，笔在画面上的轻重，跳动的感觉，啊，随着那物象的变化而变化。大家看得很清楚啊，这里面在点画的过程当中，连筋脉什么的都画啊，都画下来，它那种氛围就出来了。秋天，这是那个秋天啊，就是接近像深秋过渡的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啊，那色彩也很斑斓，各种各样的这种啊，焦了的，还有颜色的哈。啊刚才讲了画荷花有很多的内容啊，有叶子，还有莲啊，啊有花儿，还有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草啊，在画家的笔下呢都有呈现啊。你像那郭玉渠先生画那荷花，他就画了好多那种我们在荷塘里看的，像就是上去的草。这个吴昌硕呢，这画的都是那些芦草了，有些什么，他画家观察的不一样，有时候他从提取的内容也不一样，啊，齐先生呢画的都就是那些莲蓬啊，那些干枯的那些莲蓬，是吧？啊，这个莲蓬啊，这个莲啊，也要画出情绪，啊，很难画。好多人画莲蓬，后来就是画不好。后来我说你画的很像喷壶，啊，像我们那个洗澡的那个喷头似的，铁的啊。因为什么呢？没有情，没有情。观察生活啊，不细致，就说使之真放还是使之真放在精微，啊，他没有精微的去研究那个物象的那个情是通过一种什么形式传递出来的。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荷叶有破的，莲也有破的，干了以后它自个儿就爆开了啊，莲子从里头蹦出来了，是不是啊？不干的呢，你去看莲啊，它不像我们的喷壶是就是一个圆的铁的周围这么一圈，它不是，它周围是有褶的，是不是
是不是啊？脸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圆的，它也是呀，进来进去的这样一个形象，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脸呢，它也这个不像刀削的就这样，它也是这么长着，啊，我们摸一摸它是软的，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买莲蓬吃的时候拿过来，你看那莲是软的吧？啊，那喷头是硬的，是铁的，是不是啊？它在视觉里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你只是觉得哦，莲蓬就是这样一个形，画一个杆儿，最后画了一个喷壶，是不是啊？所以观察生活，传递情感，啊，使之真放在精微，就在于那个情的那种精微，它所传递出来的意蕴的精微，啊。而莲呢，生长起这个莲蓬呢，就是花掉了以后的中间那个芯儿。啊，这莲蓬慢慢从黄变绿，然后哎长起来，最后变枯萎，变成了一个干的啊，它这个过程，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同的时候呈现了不同的那种情感，啊，而且这个莲呢，它也不可能全向一个方向长，是吧？它有过往那么长的，也有像这么长的。向哪个方向都有，也有半截折下来的，是吧？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一定要细啊。另外我们笔下的就是我讲的笔下要有态，为什么有态？这个态就是那个它所传递的那种意蕴情感那种精神性的表述啊。所以说写一块画出来要像工笔，它不是说形式上的啊这个艺术形式语言像工笔，说传递出那种意蕴，要像画工笔画那样的观察的那么细致。但是呢，我们呢，因为是艺术，是吧？它是强调了情感的某一个部分，啊，而不是绝对的客观，啊，这是话分两面说啊，话分两面说。我们既要强调，哎，他怎么能够通过这个把这个情感的东西调动出来，我们就去怎么去加强，可以在某一个地方去加强它。你比如那个莲子，是吧？我们都知道莲蓬里有莲子，啊，那个莲子呢，一般的我来讲的时候，是吧？它是在那个莲房里面，是吧？上头露了一个小尖尖，是吧？在那莲房里面。我也看到了好多画家，哎，他画的特别具体了，啊，那个莲房莲子，他是写一画，他画特别具体了，又觉得没意思了，啊，没意思，没意思是什么地方？他没有那种笔墨的情绪的东西，人的那个味道又没了，又太客观了，是吧？也不好，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使之真放在精微，啊。情绪啊，那个物象的传递的情感，一个呢还要注重艺术的笔墨的形式的美，是吧？伤害了笔墨的形式美了，就不是艺术了，那我们就看照片去了，啊，所以呢，啊，这是啊事物的两个方面。我在这儿呢，来啊，给大家来啊，这个画一画，大家来看一看。你比这个莲像啊，像这个啊，你的反方向的时候啊，去怎么画它？向着那个面，啊，这可以有意识的点出了一点莲子的感觉，哎，让他感觉有莲子就够了。它是一个反方向的，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用勾的形式，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
这是禾杆儿，啊，它这里面有好多的皱褶，啊，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是这样一个形式。所以这个用笔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圆转，别把它画成这样，这样就特别像喷壶，是不是？啊，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啊。它侧啊，它侧向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莲它不是我刚讲，它不是一个圆，绝对的圆的，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是吧？所以呢，这里面的莲子呢，我们也，啊，它这个莲房啊，然后这是它的过来，啊，它是这么一个，这儿还有它这个落下的蕊的这个，它是这么一个形式，是吧？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啊，我们画这个的这个物象的时候，这个莲房呢，不必那么过于的去，刚才我讲那么具体。你看齐先生画的时候，有时他就勾了几笔就够了啊，所以呢，他在画的时候呢，他就啊，他意思。够啊，这样画就够了。然后里面点上颜色啊，点上红的颜色或者紫的颜色都可以啊。所以画这个莲蓬的时候，也是画出感情来，画出情绪来啊，有大有小。画的时候啊，就行了，啊，莲，所以莲呢，这个一个莲，这一会儿这还有一个莲啊，这它也上来了啊，啊，要注意它的方向啊，注意它互相的之间的这种情的传递啊，这块，啊，这是你看，这个我们会感觉这几笔下去，它是一个软的、圆的、软的啊，有弹性的东西，是吧？所以画这个莲是画好了好看，画不好就是喷壶，画不好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喷壶很难看，是吧？很难看。所以呢，大家这个东西要啊要把握，再有这个杆儿跟它的关系啊，因为它有一个测试。所以呢，有往往它这个不是中间，我们画这画成喷壶的往往是什么呢？就是把它两面一样了，最后画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你看它不就是喷壶了吗？是不是？啊，它这地儿没有变化，这地儿没有变化啊，这个细节这地儿没有变化。你看一加上变化呢，它就不是了，啊，多与少的快，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画莲啊，去怎么掌握这个莲的这种感觉啊，来抓住它来画。还有就是我们有时经常画一些茨菇啊，在这个画里面，在荷花里，因为它跟荷花是共生的东西，是吧？共生的东西。同时呢，我们这画荷
画的时候，这个瓷钩呢也成了一种调剂整个画面笔墨的干湿浓淡的一种形式，啊，吴昌硕呢最愿意用他用的形式是什么呢？他把这个瓷钩画成一排啊一排，啊，用胶墨画，跟他的湿墨的荷叶形成一种节奏性的变化，啊，这是他的一种语汇。它这个瓷钩的生长呢是啊，我们看它是这个样的，啊，然后它这里面它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么一个形式，啊，所以我们下笔的时候呢，啊千万不要啊，有时候有些人下笔就给它这一笔的一点变化没有，就成了这，啊，很死，有时画的，是吧？但是我觉得要画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它。所以瓷钩它不可能全是这样，我觉得哈，它不可能全是一个这样，全是这么长，全是这样，啊，它也是有变化，啊，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它的这种变化的感觉，啊，怎么来个？啊，把它这种变化跟我们的荷叶的这种势的这种动势的感觉呢，联系在一起。啊，包括了草、荷杆、莲，啊，这个荷叶、荷花，啊，整个在一个氛围之中，整个在一个运动的势里面去调整，它既有矛盾又统一，是吧？这样画起来呢，可能就，啊，更具有精神的表述的这种，啊，这个贴近于我们的生活，贴近于我们客观的荷塘里的那种意蕴的表述。所以我说，利用什么样的草来画，画什么样的草进去，也是啊，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里的观察，我们的画面的意蕴的安排。来不断的来啊调整，草的形式也很多，是吧？我们这草，前面我们讲过画兰草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这个草的这种运用，啊，在荷花里一般见到的这种草，我们看啊，这种草很多，啊，这草的这种变化，草的变化，草的关键的是用笔，该出风的地方来了，看，是吧？草的形式，草的疏密的这种感觉，啊，跟荷花、跟瓷钩、跟这个什么长在一起的时候，它很丰富，啊，很丰富，所以呢，啊，这都是画荷花，都是画荷花的内容。我们还没有画花啊，其实呢，这里面的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还有点子，啊，还有荷花下面那些水点，是吧？那些水点是什么，并不是重要的，是它的形式需要的一种美感。它也可以是小的浮萍，是吧？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寄生物，啊，所以呢，就是，啊，这个也要注意，这个点子是点在什么位置上呢？去怎么点呢？是吧？是不是就是一个物象点上就行呢？不是，它也是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节奏的部分，啊，要用这些小的点子和大的荷叶和草和花什么形成了一种节奏，感觉起来，它就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意蕴的荷塘的一个表现，啊，这个节奏的处理怎么处理呢？它就是一种无形的线，把它当作一个线意识来处理，啊，是吧？它是一个无形的线，它是我们说有形的线是一种连接的线，是吧？这个线它是有连接的，这无形的线呢，就是它是一个，啊，它是一个点，你看点，哎，出去啊，它，你说它是
我觉得它是一条线，一条线，啊，这个线在这里面的节奏，啊，它跟这个荷花是什么样的关系，啊，这要是，啊，根据画面的需要来处理。几个词箍，啊，既然既在画面里它是有连接的，啊，它是有。这个意蕴的安排的，但是它的局部也必须是美的，所以刚才我已经在这讲到了这个词箍哈，下面咱们再深刻的再讲，你比如词箍的，它几个词箍在一起的时候，它这种变化的穿插美是很关键的，都是三个角啊，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啊，中心线啊。它形成了不同的方向，是吧？那这儿还又出来一个呢，啊，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啊干，是吧？连接着它们，啊，它就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线的形式，啊，来表现它，是不是？有聚散，哎，还它一冲啊，长起来啊，也互相既有变化，又有顾盼的啊，它就很美，是吧？这是从这个它的结构上讲，落笔时候，我们叫刚才。我画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是吧？就是下笔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意识。你看，啊，就有不同的方向。啊，它画起来呢，它就很活泼，是吧？它就形成了一个很活的一个群体，是不是？有聚有散有什么？啊，这就很美了，啊，很美了。所以我们从生活里提取这些元素，啊，在画画的时候，在笔墨的时候，啊，把它啊显现出来，啊。以上呢是讲了这个荷花的一些啊内容和形式。笔墨的处理方法是吧？希望大家呢下面去啊，在夏，尤其是在夏秋的时候啊，在荷塘边的观察的时候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堂课呢就上到此。